收看电视吉尼斯。吉尼斯啊，给人的印象就是难不可思议，但是如果您使用逆向思维、非常规思维，吉尼斯可能就离你不远了。是的，比如说像喝啤酒、吹口琴还有拉引力器，听起来呢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，但是反过来去想，比如说你倒着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，还会不会那么容易呢？是的。那么在我们浙江的萧山啊，有一位67岁的老人，他经过几十年的苦练，就练就了一身倒立喝啤酒、倒立吹口琴、倒立拉引力器的三项绝活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。老人名叫周南荣，是长河镇的退休工人，年轻时身强力壮，很喜欢体育运动，尤其是非常规运动，比如倒立。近20年来，他一直默默练习着倒立吹口琴、倒立喝啤酒、倒立拉引力器这三样绝活，他自称是倒立三部曲。数年前，当他结识中国电视吉尼斯节目之后，创吉尼斯新纪录就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。观众朋友，您现在看到这里呢，摆放了三件东西：口琴、啤酒和拉力器。这三件东西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，是非常常见的三件东西。但是呢，倒立着吹口琴、倒立着喝啤酒、倒立着拉力器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周南荣先生呢，他会表演他的绝技绝活。据他的家人介绍呢，周南荣先生啊，倒立着吹这个口琴呢，吹出来的乐曲呢会更加的悦耳动听。好，让我们现在有请周南荣先生上场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周先生已经开始倒立。好，这是他的倒立吹口琴。好，大家听到的这个乐曲呢是9月9的9。周先生这个倒立吹口琴吹的是8度和音，他同时呢吹两个音。好，今年周先生呢是60有余，他这个项目呢是倒立8度和音，唱9歌，9月9的9。好，大家为他鼓鼓掌好吗？非常动听悦耳。我们知道一个人倒立呢本来就非常的困难啊，要坚持下来的确是非常困难。现在呢周南荣老人竟然是倒立着吹口琴。好，一首乐曲已经下来了，9月9的9已经吹完了。现在接下来呢，他将表演第二个项目。感觉吃力吗？感觉吃力吗？还可以。哎，没关系。体力上感觉怎么样？体力上不错。不喝啤酒拉这个拉力器，会不会坚持得更久一点呢？那肯定。啊。哎，我在那个拉力器拉开的是在台湾台上站立的情况下，同时又下下场喝啤酒。只不过我不拉拉力器，喝啤酒就要容易得多。有谁能够把这一杯啤酒啊，嗯，整喝下啊？
这当然要附加一个小小的条件啊，把我跟台湾拉开，生开下，我当家就奖他两箱啤酒。哦，奖两箱啤酒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有没有？周先生啊，提出啊，如果有人拉开这个拉力器，这两箱啤酒看来不太容易啊。能拉开？拉不开，拉不开。拉不开。试试看。哦，拉不开，拉不开。可以冒昧的问您，问您一下，你今年多大？今年35。35，那周先生多大了？60岁。60岁，不好意思，你比不过60岁。音乐加美酒，真是绝妙的享受。炎炎夏日，中国电视吉尼斯等你来挑战。你有足够的胆量吗？你有足够的勇气吗？电视吉尼斯总部，电视吉尼斯北京分部地址：北京市长安街光大大厦1468室，电话010-6856-1332。